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Emily，大家可以叫我小 I。这一期是 Double Taps 测评系列的第二支影片，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Income 夹克18秋冬和19秋冬款的对比测评。上周我们推出了第一支测评影片以后，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鼓励和支持，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大家，以后我们会继续努力推出更多更优质的影片。那我们计划每周一更，小伙伴们要记得持续关注哦。我们还计划建立一个 Double Taps 的交流群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我的微信啊，我的微信号在这里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拉大家入群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的测评吧。Double Taps 在18年秋冬推出了首款 Income 夹克，收获了很高的人气。时隔一年，今年 Income 夹克以四款配色重磅回归。这一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黑色和卡其色，因为穿搭起来比较容易。我们这次拿到的是卡其色二码。从实物上看，卡其色的实物比官网图偏浅，类似于奶油色，非常好看。Income 夹克是一款中等长度的户外夹克，强调防风防雨的性能。这款夹克采用连帽式设计，帽子上附有抽绳，抽绳末端印有 Double Taps 标志。防风立领是 Income 夹克的标志设计之一，领子在拉链完全拉合的情况下，可以完全遮挡脖子，起到防风保暖的效果。今年的 Income 夹克正面配有一条单向拉链，拉链上附有反光拉绳和橡胶挂坠，手感很好。在夹克的右胸口上缝有 Double Taps 刺绣 logo， 它的袖子采用了插肩袖的设计，肩袖连为一体，穿着起来宽松舒适。衣服下面还有两枚插带，衣服的袖口和下摆都使用了螺纹收紧设计，防风的同时减少了热量的流失，起到保暖的效果。在夹克的正面左下位置缝有 Double Taps 的大号白标，旁边的接缝处缝有小号白标。看完衣服的正面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背面。 Income 夹克背部的设计非常简单，其夸张的贴布 logo 是整件衣服最大的亮点。这是 Double Taps 的经典 logo 之一，这五个字母是 Double Taps Visual Up Armored 的缩写，它的意思是 Double Taps 制造的视觉武装。大家在 Double Taps 的很多款单品上都可以看到这个 logo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黑色款的 Income 夹克使用的是白色贴布，而其他另外三款配色都是用了黑色贴布。好，看完夹克的外观，我们再来看看内部的设计。今年的 Income 夹克在内衬以及帽子和口袋内部都采用了加绒，它的质地非常的柔软舒适。卡其和绿色款 Income 采用的是深褐色加绒，而黑色款和橘色款则是灰色加绒。衣服的里侧两边各有一枚插带，方便储物。总的来说，今年的 Income 夹克是一款设计低调但实力不俗的户外夹克，它的防风立领、连帽式的设计以及高密度尼龙的材质给予了它防风防雨的功能，内里的加绒设计又使其兼具较强的保暖性能，适用于秋冬季节穿着。那么今年的 Income 夹克和去年相比做出了哪些改变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从价格上来看，18款的官方定价为44000日元，而19款的定价小幅上涨，约为47000日元。其次在配色上，18款首发了三个配色，黑色、军绿和蓝灰。其中蓝灰配色在去年最受大家追捧，看惯了常见的黑色和绿色，不常见的蓝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
而19款在保留了黑色军绿色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卡其和橘色的配色，为大家提供了更多颜色上的选择。面料材质方面，18款外层布料和19款相同，都是 100% 尼龙，但18款的手感较为光滑，而19款的手感较粗糙一些。18款除了口袋内里以外，其他部位都没有加绒，所以相对比较轻便，而19款在口袋、帽子以及内里都做了加绒设计，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款夹克的定位，将保暖性能提升了一个档次，这也使得19款在重量上比18款超出了约400克。在设计细节上，18款 Incom 的前襟中央是一条双向拉链，沿拉链搭配了挡风片的设计，由8枚暗扣开合，挡风片的上部还缝有 Double Taps 的 logo。 而19款则取消了外附挡风片的设计，改为内挡风片，并将拉链改为一条单向拉链。18款 Incom 的两个口袋是带盖插袋，而19款则去掉了口袋盖的设计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相比18款，19款在前襟的设计细节上做了很大程度上的精简。18款袖口和腰部的螺纹松紧收口采用的是 100% 涤纶的面料，而19款在这个部分的面料上进行了提升，其所采用的是 70% 的人造毛和 30% 的羊毛，增加了衣服的保暖性与厚重感。另外，19款在织法上也加入了巧思，腰部的这条螺纹松紧收口就特别运用了两种面料的拼接设计。18款在帽子下方有一枚纽扣，搭配上方的绳扣可以将帽子收起，而19款由于帽子带有加绒内里，厚度增加，所以取消了这一设计。在整体版型上，这两款的设计基本一致，它们的尺码也比较标准和稳定，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参考平时穿着的正常尺码。这里是两款夹克的尺码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号码的这两款夹克衣长基本相同，由于19款采用了加绒的设计，所以在胸围上比18款略宽一些，实际穿着起来相同号码的两款夹克宽松程度相同。把两款夹克放在一起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 Incom 夹克相比于去年做出了很多改变，总结起来就是改变了服装的定位，在设计上进行了简化，服装的保暖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好，那这两款夹克的上身效果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还是请出皮皮酱来给我们带来上身展示。
那以上就是 Incom 夹克的测评与分享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入手这款夹克呢？那已经入手的小伙伴又有什么样的穿着感受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。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带来19秋冬款 Modular Shirt 时代衬衫的分享与测评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别忘了帮我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更多 Double Taps 以及其他日潮品牌的分享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爱酱与皮酱。那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和 Ins 上找我玩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